有花的一百岁，依然是好姐妹，眼泪不让你隔夜。轻快悠闲的曲风搭配软萌萌的日本腔，纸短里明推出同名写真迷你 EP， 一开唱就融化所有人。而他不只会唱歌，更将担任2018亚洲时尚大赏 AFA 的主持人。对，已经3年的时间，我每次唱歌，可是这次的这一场是非常大，因为在中间纪念档嘛。这太厉害！你光看一下上面这些，对啊，卓琳还有林思玲波啊。他们也我们是还有池端林，还有池端林，对，还有一些服装秀啊，时尚服装秀，哇，因为有很多可能从日本来到很多国际模特，国际模特，哎，所以可以你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国际艺人啊，很大牌大明星，最时尚的那一天就对了，是啊，我真的好想去哦，是不是？我好想去，就是看秀，然后站在坐在第一排那种，不知道哦，那种很有点专业的那种审视的眼神，对对对对对，很像买手这样子。而且一定要翘脚的感觉，对，不知道为什么 I don't know why， 好翘，我超想去的。拥有丰富又精彩的表演和坚强的卡斯阵容，就连池端黎明都很期待当天的到来，但真正的原因竟然是他。你最想要看到刘以航？我有了，直接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厉害哦！可是我不知道是会不会在现场遇到他，一定会啦，那种盛宴一定会。你不跟他见过本人？没有没有，目前都还没有。哇塞，就在这一天呢。对啊，等一下，你们怎么迟到这件事情吗？这整个台湾都在讨论啊，因为这么点阅就是很高这一则。所以今天完全娱乐也特别帮你安排，欢迎，谢谢，是吗？欢迎阿达刘以达，刘以肥，对对对。哎，他刚刚的表情多真挚吗？谢谢。希望那天你也可以圆梦成功，好吧，坐在他的旁边。哎，谢谢。哦，可以，合照，合照，合照，要赖，要微信。OK， 怎么越来越夸张了？是不是？为整个变圆梦计划，当天完美的演出阵容也让门票快速售罄。不过完全娱乐也特地为了粉丝们争取到2组门票，想一睹众星风采的朋友，赶紧到完娱粉丝专页分享留言参加抽票喽！完全娱乐旅行综合报道。